山明水秀龙飞舞，銮翔放戟会英才。大家好，我是岐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何国良，我为岐伯代言。华夏中医始祖岐伯从这里开始悬壶济世，铸就了中医文化仁和精神的灵魂。革命烈士袁世饶，慷慨激昂的救国之声和只身提灯赴敌营的故事依然让人豪情满怀。桃子龙、水龙、蚕龙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了龙武之乡的文化底蕴。坚持不懈，创先争优，岐伯镇党委政府大力推进产业兴联战略，藤椒、核桃、中药材、生猪养殖等产业已然成为岐伯镇乡村振兴坚强有力的助推剂。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园区创建镇、国家安全社区建设镇，山水田园人文岐伯欢迎您。